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跟大家小解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里就是答答字的答，另外一个音是道道道来的道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答字，这个意思就是一挂小挂代志，麦当讲是答答字字。另外答字麦当讲是插手关人阿事，像讲别人的代志，你麦咧答字。第二个词都要读作道，啊那变调了后变作道道啊，意思就是慢慢啊、宽宽啊、稳稳啊。另外道道啊，佫有一个大家较罕咧用的意思，就是有定定、真接的意思。像讲伊道道来交关，意思就是定定来交关。咱用一句话来记咧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阿妈嫌阿公骹手伤慢，做代志拢道道啊来，有时阵嘛足搭地。不离个人咧讲，无冤无家不成夫妻，两个人的感情麻麻麻。今仔日小解即一日答，另外一个音是道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